对啊，我想算了。但是阿婆她这个开不出来。啊，有人说可能那开不出来。哦，对啊，那不是坏掉了。又来了，又第二次取消了，28号啊，他又取消了，然后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开啊，现在很担心啊。真的不开了，那我要去台东干嘛？对啊，但我很苦恼，你知道吗？10月30号10点45分，我们排的是40264哦，从你们这就不会有一些刚好花脸的，一绿手一下上面的我们就把机构。905千块，那我应该可能要去铁马道吧。如果到时候没有的话，那能去铁马道了。哦，对啊，反正我还没去过，要去看一下。有905千块哦。现在有174，瑞阳发车将西湾银行北湖的，绿色牙上面的9万98千的。关闭车门。905千块车40264交门员啊！你看他这个不，比较傻眼。啊？你看这个比较傻眼。这个举光号高雄科松山。哦。啊，差点往生，做到我都往生了。我的经费啊，一样啊，经费啊，啊，我都搭高铁下去了，那我今天搭铁就回来了。对。姐姐，我遇到一个东西，叫做台铁的金光党。台铁的金光党。金光相向。等一下，我来找一下。摄影机之后，两千零八，你要逗人，我坐在新的，你的，再看那些老板，来自10点48分，摄影机是，来了吗？都叫花灯要树林，再看那些老板。